现在呢，刚刚进入了10月份，那么距离迎接2016呢，也进入了倒数2个多月了。你知道各个饭店已经开始抢攻跨年的商机吗？继续我们带您来看一看，究竟有哪一些饭店是最美，而且是最有好的这个观景位置。店拉开，101就在眼前，成了跨年看烟火最受欢迎地点。明明距离2016还有2个多月，但台北韩式艾美酒店跨年订房早就突破60%，客人陆续在去年跨年夜，然后一直到隔天的元旦，都一直有非常多的客人踊跃来询问。那我们这边呢，大概是在今年的5月左右开始有陆续接收到一些订房。早早订房还有早鸟优惠，规定入住3天2夜，价格35000起跳，比12月之后订便宜至少83%。类似的跨年房，临近的101台北君悦也有，同样3天2夜，单人价格10000多到50000都有，双人至少20000起跳，不便宜，但订房率达90%。啊，这一间呢就是我们的尊荣豪华套房，所以我们往前就可以看到美丽华摩天轮的烟火。我们走到房间，其实101的烟火就会在眼前了。想在跨年当天双重享受，新开幕的台北万豪推出双景官房，同一空间101摩天轮一次满足。那它其实是一个20平的大小房间，所以在这边我们可能只有提供不到10间的数量哦，所以才会说还蛮热门，因为你一个晚上你就可以看同时看到两边的烟火。价格和单一景观的20000多比，确实贵了些，但保证独一无二。执行委马上要来台北采访报道。